本节目由美国开始达商业地产集团冠名赞助。哎，这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相声。再往里头再看呐，哟，唱的。这头一那个片，说北京城里哟，是你老看看，有意思。只修得里九外七。他是皇城第四金銮宝殿哟，修在了当间，这金钟三响哦，他就望登了殿哟，呛气个隆咚呛哦，哎，满朝的文武呢，他们都来展班哎，你这是拉洋片儿吧？哟，这个拉洋片儿您也知道？哎，这我还真听说过。哎，那您给大家介绍介绍，什么叫做洋片儿？哎，好啊，这洋片儿啊，其实今天在北京啊，什么逛庙会还能见着，就是这儿摆一个木头箱子，箱子上面有几个镜头，哎，没错，人趴着这个镜头，瞧箱子里面的画片，听拉洋片儿的人的唱腔，唱的就是洋片儿的内容。解释的还真不错，其实呢主要是为听唱，没错，这洋片呢也分多少种，有推片、账罐、水箱子、切八张、金八张、啊、刚才那是刚才学的这个属于金八张、啊、那是金八张，哎，还有一路洋片叫切八张、切八张是什么东西？这路洋片啊也生意，专门坑人、啊、洋片还能坑人，哎，平常日子不出来，打什么时候呢？什么时候？就差不多现在。嗯，过年过节了，就这会儿，赶个集呀、啊，逛个庙会呀、啊，哎，他们来了。哦，来了。要来呢，也不待长，顶多是三五天就走。这为什么？要日子一长啊，都知道是生意了。还有这样，说这部洋片可厉害啊？怎么厉害？他要让到你头前了，叫你瞧，你就得瞧。哦，还有这样。我都不信这套，怎么、哎、一个洋片还能叫谁瞧谁就得瞧、哎、对了，你这么的，你把那个切八张的给我找过来，他让我瞧我就是不瞧。看你这不抬杠吗？怎么这个切八张呢，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，我这儿来给你找去。那怎么办？要不然这样，切八张那路生意话呀我都会。哦，你会？今天当着大家伙儿咱们表演表演。行啊，我就去那个拉洋片的。哎，那我就来那逛庙会。哎，待会儿我要不三五句话下来，你要是不瞧，咱俩掉个儿，我是你儿子。行。哎，这不对不对，不掉个儿那我就成你儿子。不用这么客气，就是没人跟你客气。哎，那咱们这个就换换个儿啊。那行啊，来来来、哎、从现在开始呢，这张桌子可就不是咱们说相声的场面桌子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它是拉洋片这个洋片匣子。洋片匣子。好，哎，开始了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啊，我还得化化妆。这怎么还得化妆啊？哎，像不像三分样啊，得化化妆。哦，哎，黄叔，您这家那绿的没带出来是吗？哎呀，这绿的绿的给你留着呢啊。这不跟咱一般见识。哎，得化化妆。哦，这就算是化妆了。哎，等会儿我。哎，对对，这怎么撩起来了？这干嘛呢？这我这个得短打扮是吧？就过去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劳动人民的装束是不是？我还以为他多喜欢洋片。哎，短打扮。那待会儿呢，还得这个变变口音。这口音还得。哎，对了，像不像三分样啊？啊，那开始了啊。哎，今儿个天气真不错，我啊出来遛遛弯儿。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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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。光打家伙打不了场，烧热的锅台打不了炕。说哪位老先生就说了，说你这个人叨唠唠叨唠唠的，你是干蛤蟆的呢？是这干什么的呀？这是咱是个拉洋片的。好嗨，各地的美景全都有，是八大片。哪位瞧瞧，哪位看，是叫你老啊是花钱不多，乐乐呵呵，都是行话。哪位瞧，是谁瞧？怎么一位都没有啊？这年头连电影都没人看，还有人瞧这个？这么写个人不能没有，再得找找。哎，得找那个有造化
跌。说白了就得从观众里现揪出来。哎，咱慢慢找，慢慢看，慢慢找。哟，这看洋片的在这儿等着呢。我知道他得找到我头上来。哎，老先生啊，啊，瞧瞧咱这个洋片吧。这洋片啊，不瞧。他为嘛不瞧呢？怎么？您连个价都不说，我瞧完了，他说什么是什么，怕您讹着我，不行，哟，怕我讹着你嘞，老先生啊，你把你那个心放肚子里头，讹不着你，满打满算，一毛钱，哦，才一毛钱啊，一毛钱，哎，就冲这一毛钱我就瞧了呀，不瞧，怎么一毛钱都不瞧？我啊，没带钱，哦，没带钱。哎呀，这我哪有你？我带钱，你这么大个子出来，你家大人放心。真会说话吗？你是也是，常言说得好，家有万贯，有一时不变嘛。不是我带钱吗？行嘞，叫你个朋友白瞧白看。哦，现在让我白瞧白看，不要钱，哎，就冲这白瞧白看，我就瞧了呀。不瞧。怎么白瞧白看都不瞧？哦，怎么我白瞧您这洋片，还得欠您这份人情，犯不上。哟，说错了，说错了呀！怎么了？你白瞧咱这个洋片，非但不打俺的人情，俺还得打你的人情呢。这话怎么说？你想，我让到你头上是头一位，哦，你要是不瞧，往下让不好让了；你要是瞧了，再往下让就全好让了。哦，说句内行话，你记俺弟弟面子。说句外行话，你记俺明明真儿，我不要你的钱，我赚了大伙儿的钱了，回家一顿饱饭是你老人家赏的，你说这不是得打你的人情吗？你说你这句话怎么不怎么说？说白了，他是想借我这张嘴，给咱这洋片做这么一个广告宣传。对了，不收我的钱，收了大伙儿的钱，回家一顿饱饭，我白瞧他的洋片，还交了您这么个朋友。明白了，就说这段话，我就瞧了，不瞧，怎么着吧？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正遇见这种人呢，道理全明白，怎么就是不瞧呢？是，瞧完他说我爸。哎呀，行了，算我做到了行事了，老先生啊。啊。今天做个业来作揖，您就是跪着给我磕头我都不瞧。咱们装我磕头全不瞧，来劲儿我就不瞧。老先生，你看见这麻烦了吗？干嘛？打上再瞧可就完了。你还想打人？打上再瞧可就完了。我就没听这套，我就你敢说三声不瞧吗？嘴长在我脑袋上，我甭说三声了，我三百声都敢说。哎，你说说我听听。听好了，不瞧，不瞧，不瞧，瞧，哎，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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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还真打呀？你这是这个玩意儿不瞧，你他娘的是要造反呢？这谁我呀？这是你让各位说，这种人还有王法没有？这谁没王法呀？这是呢？瞧，瞧，那就算亏我这一毛钱吧。那王法多少钱？不刚才说一毛钱吗？一毛钱。那是你妈妈还没结婚呢，年纪轻。现在多少了？四百八。四百八呀？贵呀。呦，不贵不贵，去年五百六都没赶上，我这当歇个腿了吧？那这就有个主题背景。不是，你这板凳呢？板凳没有了，劈了烧火了。坐上来。没板凳怎么瞧洋片啊？撅着瞧。撅着瞧多难受啊！不瞧啊！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撅着瞧最舒服。洋片呢？我替你摆上洋片吧。哦，这还得现摆。哎，镜头得给你摆稳啊，要不然你看得见吗？瞧吧。哦，哦，合着我这四百八就瞧这破长点啊？哎，这年头四百八你还想看嘛呀？不上算了，行了，我给你画个大碗啊，大碗加五百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姐姐，你待会儿多少点朋友我都吃不消。就他吧，就他吧。现在开始了啊。是闹的。嘚儿锵，隆咚锵。哎，往吧往里瞧哦。打住。你怎么还连打带骂呀你？我坐咱妈。我坐咱妈。什么叫往吧往里瞧啊？老先生，你这是什么耳朵？我说的是往吧。往远处看，这叫望吗？我这个景色你
行吗？光说，哎，光说，行了。啊，哎，说可是说啊，但是有个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你得捧着我说。这玩意儿怎么捧啊？哎，我说到哪里了，你就说到哪里了。哦，我说到哪里，你说我到。哎呦呦，咱就在这玩玩了吗？嗯嗯，咱还是走啊。哎，好，一定好好捧，一定好好捧啊！开始了啊。列位啊，瞒得了站的，瞒不了看的，坐着的众位老先生就都算白来了。后悔你就问问这位老先生啊，咱这个羊片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啊，那老先生啊，您说说这头一篇是到哪里了？是，这到哪儿了？这头一篇是到哪里了？啊，到哪儿了？这头一篇是到哪里了？是啊，这到哪儿了？到哪里了？我问了好几遍了，到哪里了？到哪里了？到哪儿了？我到查完点了，到哪儿了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忘了说了。说这人，行了行了，怨我嘞，怨我嘞。是你打的是我，我说怨我不完了吗？谁是你了是吧？走走走走走，上。啊，老先生，啊，你看这头一篇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？这百货大楼人挺多的吧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。嗯，你看这进门左边有个电梯吧，还真有电梯。你看这电梯它上满了人了吧，人不少。你看这电梯该上的都上来，该下的都下来。嗯，就看这关电梯的一摁这个电钮，这电梯忽忽悠悠的上去了。你看见了？不是捧着你说吗？你竟然碰假了。哪儿假啊？我这个样片是直画的，跑得了电梯吗？哦，这那我该怎么说呀？你得这么说，说对了，好像要上，还没上去了呢。哦，好像要上，还没上去了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这什么玩意儿？八大片了。我敲几片了？头一片还没敲完呢。敲敲，这敲过那这玩意儿还真金敲。啊，老先生啊，你看这头一篇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？哦，还是百货大楼。你看这百货大楼里边有个经营首饰柜台吧？还真有个柜台。柜台前面站着两个人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就看这两个人是比手画脚的。说话，你听见了？不是捧着你说吗？你竟然碰假了？怎么又假了？我这纸样片会说话吗？哦，那我该怎么说？你得这么说，说对了，好像要说，还没说出来呢。我这什么玩意儿？八大片啊！我敲几片了？头一片还没敲完呢。敲。我也会。哎哎哎哎！怎么地？怎么地？清楚清楚，没事。你这啊，你这看得见吗？这看得见，看得见，看前腿弓，后腿绷，你这小子憋尿好是吧？哎呦，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。连后路都没了，老实点。啊啊啊啊啊！老先生，啊，你看这头一篇是不是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了？哎，今儿非死这百货大楼。你看这百货大楼里头出来个人，上了个出租车了吧？啊，是有人上车。你看这车，司机一踩这个油门，这车嗖的一下跑了。你说这人坏不坏？拿话把你往那儿领，我这一说跑了，又得来一下，那就得说你给我跑夹了，你得这么说。对了，好像要跑，还没跑得了呢。好啊，去你奶奶的孙子吧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算你小子机灵啊！跑了跑了就算完了，给你换第二片吧。不敲了。哎，怎么不敲了？你老打人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不打你了，不打了，我把这边搁地下，你放心了吧。哎，这下子你放心好吧？玩剩的。哎，来来，挑第二片吧，不打你，不打你了。哎，差不多。哎，你跑了，你赔得了吗？赔着了。